这家机构是工程与几个外地富豪合伙投资的。8年前，研究室产出的药物没有通过临床试验，投资者相继撤资。工程不甘心血本无归，于是想方设法维持着研究室的运营，并将乔乔作为了研究药物的试验对象。从许平处购买的管制化学原料就是用于月河湾制药的。当然，他并不是那种献身科学的人，他想要的只不过是保健品带来的暴利，以及实现自己永葆青春的幻想。我记得我母亲的遗嘱中有写，如果我做了违法的事，就会剥夺我的继承权，所有遗产都会被追回，捐献给慈善机构，对吧？多谢。其实现在钱不钱的，我已经不在乎了。乔乔最近还好吗？说了指证那女人的话，那女人不会虐待她吧？我不关心乔燕怎么想，我只想乔乔能够开心长大。我爸做的那些事，就让我多少补偿乔乔一些吧。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龚宇泽因财产纠纷谋害其父龚成一案正式开庭审理。首先由公诉机关陈述诉讼请求。我代表检方向龚宇泽提起诉讼。被告人龚宇泽长期以来与被害人龚成不和，因此特地准备了能够危及被害人生命的过敏性药物。案发当日，龚宇泽与被害人发生争吵，激动之下决定对被害人投毒。虽经家中保姆方姨劝阻，龚宇泽一度放弃了行凶计划，但仍不慎将过敏药物掉进了被害人的汤药中。因此检方认定被告龚宇泽存在过失行凶行为，证据确凿。被告对公诉机关的陈述是否有异议？我的确有过行凶的想法，但我爸被害的结果并不是由我的过失导致的。反对，我请求法庭传唤方姨出庭指证龚宇泽。合理请求，传唤方姨出庭。少爷手里拿的药片我认识，和乔乔日常吃的一模一样，那种药里有让龚先生过敏的成分，乔乔的药又没少，只可能是少爷不小心把药掉进龚先生的汤药里了。
警方也说了，少爷的药少了一片，和龚先生体内的含量对得上。除了少爷，还能有谁？少爷和龚先生因为争财产，一直关系很差，全家谁不知道？辩护律师，你指证乔烟具有作案动机的证据在哪儿？反对，乔烟与工程不存在婚姻关系，工程去世并不能让乔烟继承遗产。你怎么确定乔烟看过这本日记？本案出现新的重要情节，本庭认为有必要传唤乔烟到庭做出解释。我是恨透了工程，可我没有兴趣。就算是我做的又怎样？我提纯了不代表我会用吗？一个是药粉，一个是药片，我怎么知道？那又如何？我没给工程下药。
我自己家的厨房，随便进去逛逛不行吗？不说出来，就是怕你这样的律师攀扯，胡乱怀疑是我作案。我又不知道龚宇泽是去做什么的，提前端药是因为龚城一向不爱喝太浓的药，早点下火味道还淡一些。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你没有证据。说的不会是乔乔吧？乔乔那天吓坏了，胡说的话怎么能当证据？辩护律师，我必须提醒你，受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乔乔的话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辩护律师，你要确定该重要文件与本案有关。辩护律师提交的是被害人龚城的遗嘱。根据被害人的意愿，被害人的全部遗产将捐献给月河湾生物制药研究室。什么？全部捐赠？那乔乔的病？根据我母亲的遗嘱，一旦我被认定存在违法行为，我将被剥夺遗产继承权，所有已获得遗产都将被追回，捐献给慈善机构。辩护律师，你说的这些似乎与本案的判罪认定没有关系。
我愿意承担乔乔的治疗费用。如果母亲的遗产没有被追夺的话，我看到乔夫人下药的人，除了乔乔，还有我。方姨，你，少爷遗落的药片掉在了灶台边上，那地方不好捡。乔夫人是为了捡药片才被烫伤的。为了确定药物成分，乔夫人还稍稍尝了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是出来找我才会看到乔夫人下药的。少爷，真的对不起，我只想着乔乔不能没有妈妈。但是法官，少爷他真没行凶，千万不能剥夺他的继承权呢。乔乔的病只能指望少爷了。你们都是为了钱。经过法庭辩论，本庭认为方姨的证词从案发当日到法庭之上多次反复，不足采信，因此辩护律师对乔烟的指证缺乏决定性证据，不能成立。同理，公诉机关对龚宇泽的指证也不能成立。本庭宣布龚宇泽无罪。辩护律师，法官还没宣判你就吓唬方姨说龚宇泽有罪，你的作风很像一个人，我很期待你今后的发展。乔乔是我妹妹，以后我会负担她的治疗费用。但是乔烟，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庭审结束，闭庭。